大家好，我是梁想希，我今日介绍的书名不是我今日介绍的演说是笑到 开怀大笑，笑到不停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我今天妈妈带我去出去行街，见到一只猫跑得好快，撞跌了一个人，冚清个头，跟住我好似个大弯豆咁样，笑到我晕咗啦，好好笑。我妈妈即刻马上捉住只猫，之后翻屋企煮熟佢，马上佢叫我即马上去垃圾桶抌咗佢，之后攞个垃圾袋喺去街上抌咗佢。最后妈妈煮了一条很新鲜的鱼给我吃，你定啦，唔好挨半场吓。给我吃，好味道，不知不觉我就食晒啦。好好味，食晒啦，好饱啊。手放前面，极之好多，极之好多力量啊。好新鲜，又好好味啊。好，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教我哋开怀大笑。开怀，这个故事令到我哋开怀大笑，笑到唔停，笑到连身体啲压力都冇晒，冇晒，我嘅消失得无影无踪嘅，压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無影無蹤，無影無蹤。OK， 你真係信到嘅，多謝。OK。